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赖爽要跟各位做介绍的呢，就是 RG Mark II 的完成开箱。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，就是它的一些细节的特写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呢，赖爽呢简单的上了一些墨线，那主要呢是把贴纸呢，大部分的贴纸呢都贴上去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多了这些贴纸呢，标示贴纸之后呢，整个 Mark II 的完成度呢看起来就更高了。那加上了赖爽这一次贴的是01机体编号，01就是 AMA 的机体编号。好，那赖爽这一次制作的呢是测试机，所以呢贴纸方面呢也是依照呢测试机的贴纸呢来贴。好，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，就是赖爽已经完成的样子。好，那这个赖爽唯一现在呢选择的武装呢是光速步枪。好，那武装呢几乎就是全部呢都挂上去了，像是头上的这个火神炮也是一样，然后这边呢是光速军刀，那背后这个呢就是火箭炮，火箭炮呢是这样子挂在背后的。好，那现在这边呢盾牌这里呢，赖爽呢也是把弹夹呢全部呢都挂上去了。好，那整体完成之后的 Mark II 呢，可动性呢一样相当的高。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呢，这里呢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在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呢，会卡住这个手肘的地方，会卡住手肘的地方，会导致呢没有办法完全弯起来。这点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，它的可动性呢相当高。唯一比较赖爽觉得唯一比较可惜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腰部。腰部呢常常会卡到就是后面的裙甲，因为后面的裙甲呢如果要挂火箭炮的话呢，它的可动性呢会没有那么高，是稍微可惜一点的地方。好，那其他的地方呢保玩性呢都蛮好的，可动性呢也不错。那各位呢可以呢试着呢多摆几个姿势呢来展示一下。好，那在影片的后面呢，我们一样呢会展示一下RG 版本 Mark II 的一些细节的特写的照片，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呢摆出一些帅气姿势的照片呢来给各位观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RG Mark II 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，别忘了订阅我们 LGH 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讯息的朋友们呢，别忘了到赖爽 Gamehouse 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。那我们今天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那各位 LGH 的朋友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 We'll be right back.